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猪哥游戏解说。现在是比赛，是拳皇98C 的八人精英赛的半决赛部分，一批登审，二批八十月。比分大家看到屏幕上方7-4，谁先到十，谁就获得比赛胜利。败者要跟张艺希打一个，再打一次啊，决赛的入场券的一个争夺战。胜者直接晋级到决赛了。这场比赛，败者要再去打一次啊。登神现在是首发，选择特瑞对大门五郎。打到现在也是比较焦灼，登神的特瑞面对大门五郎的一波进攻呢，把大门五郎拿下了半血，还不错。大门五郎现在急需利用自己的压制来把登神牵制住，不能让空中有没有蓝之山，有没有绿溃之后暂逼取消一个里头，反憋下逼再抓一个地狱击落摔起来。因为是第一人是没有强反的，所以说只能被动的挨揍，头上波两段，这里叫超矮哥哥进板边，再来一个超蓝之山了，超必杀技啊。那现在比赛是大木狼一个个人表演秀了，也不败后来了666支持，感谢酒鬼 JLF 的好运锦鲤啊，谢谢酒鬼的锦鲤支持，也祝你好运连连，欢迎上海一线教学一线数学啊，尾号795635啊，奖励的话是3000啊，3000。中联科技，谢谢你的抖音啊。还想抓人，还想抓人，这里 AB 过去，重手接头上符取消一个天地板，这个是原版的超强难度的一个连招。大魔狼现在又把对方推倒了，蓝之山打不死啊，哎呀，就差这么一口气吗？阿登啊，你的命太苦了啊！对方的伤害修正还没有出来。好，欢迎坚持坚持到底啊！抢十抢十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捧场支持啊！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到咱们这个直播间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。现在比赛是来到了拳皇98C的世界，登神的板墙手底，不知乎今天晚上光给登神送爱心了，先温暖了。谢谢刘先生爱心啊，欢迎夜夜，感谢您的关注啊。好，选天鸟 counter， 双方都是做一个相杀，完了跳 CD 确认一个战重手。大家觉得这个币谁能赢？你觉得是灯神能赢还是八岁能赢？朋友们，我这边已经6100人了，感谢大家捧场支持啊。还没有关注的话，如果说你是无意当中刷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啊，不小心点进来，觉得这个主播还凑合事，那你可以点击主播头像右侧的红心，点击它加个团。 OK， 那现在灯神出了一个龙虎乱舞超必杀技进板边再压制下盘清北，八神月出了刚刚 CD 了，能量反击之后又把对方放倒，缺阴再得起身百合折，对应神预测准确，空中八神里出了一个强反，八神月被对方用强反打死，结果比分来到8-4了，比分来到8-4。给，如果你觉得阿登玩的不错，给他点个赞啊。比分是来到了8-4，你猜对了吗 ？OK， 那现在比赛是来到了拳皇98T的世界。还没有站榜的小伙伴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啊，小伙伴们。好，又是一个能量补充之后废掉了八岁的大门五郎，这个币大门五郎确实打得不是特别好啊。感谢大家关注支持，谢谢。这个币大家竞猜一下，你觉得谁能赢啊，朋友们？
阳神没打过，老张我可以抠土芬芳吗？咱们都是挂红中哥牌子的人啊，都是有素质的。都是有身份证的人了，欢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兄弟啊！欢迎大佬，一切都是最好安排。这两天好久没看到你了啊，兄弟！感谢一切都是最好安排的点亮灯牌，欢迎兄弟来咱们这个直播间啊，捧场支持。现在比赛是灯神对八岁月双神战，比分到了8-4了。谢谢不败后来的炸弹支持。哎，阿登要弄死他了，没有资源。八岁月下盘两千点重手搂住之后，葵花起月音推倒，麦克把八岁月跟上，漂亮，帅气啊！感谢666的爱心支持，姐姐。灯神今天晚上打的确实非常的高啊，非常的酸爽。欢迎棒棒糖。现在是9-4了，9-4，谁输了谁要跟张艺昕来打一场，决赛的争夺战。他们以为他们是胜者组啊，所以说谁输了谁会掉到败者组，张艺昕在败者组等着呢。如果说张艺昕跟他们两个的败者打，张艺昕赢的话，张艺昕就晋级到决赛；如果说张艺昕输的话，张艺昕就彻底被淘汰，这个就是双败赛制。哎呀，上来就是想当真套路啊！灯神这次变聪明了，八岁月大喊：“再赢我扣工资了，要不要涨工资了？”好，那现在灯神不管不顾啊，先打你一顿再说啊，出出我这口恶气啊！战斗月需要赢3场才能夺冠，对，又是个蓝山。哎呀，这个蓝山判定延迟时间太长了，结果被把对方的潮皮杀技高鬼门前又破掉。好，头上浮一段，两段头上浮，超大一个，放倒他，再接一个里头吧，晕点了。现在老八开始不断三次超出身给自己加资源，工资不要了，行，一次顶俩月工资。谢谢数字新人的抖音支持啊，谢谢啊！OK， 那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这个直播间捧场支持。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98天世界，依然是灯神对八十月，头上佛 counter 超大一个来了。嗨，这一犹豫啊，给了八十月又一次机会。头上佛 counter， 对方已经是一个远距离站轻脚。破掉了对方的一个进攻，现在双方来到了1-3、1-3的局面。AB 天地板取消，阿登现在有点迷啊！我靠，这家伙，老板这是打鸡血啊！老板，我不要涨工资，老板啊，我要一个活口。发现现在要发泄自己这波啊！恶气啊，被对方打到赛点了，又是蓝之山，灯神切防，阿登前前轻嘴，确认出来一个 max 版的龙虎乱舞，我们来看这里能连多少招呢？灯大魔狼是没有强反的，好的，又是一个天地霸王拳干死了大魔狼，那目前阿登反一成功了，还有两个满血的人，欢迎一切都是最好安排啊，感谢兄弟的爱心。Club 特调，感谢，一切都是最好安排哦啊！谢谢兄弟的支持啊！感谢大佬的捧场。大家现在看到是比赛是9-4啊，八神月对灯神，欢迎你乱好那还得了的灯牌。好，再来一拳啊！打完之后呢，看来啊，不之后我今天晚上送爱心啊，送到底了。
又是一个天霸拳取消，猛烈的刚取消棒球拳。那本别两个棒球拳之后还没完，三个超必杀技，四个超必杀，五个，一口气打了76连啊！这个不知后果，他的身份就是啊，其实我是卧底。哎，被老八追了个黑光局啊！9-5，能出69吗？兄弟们，能出吉祥号吗？69啊！喜欢69兄弟刷波69啊！那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灯神，还是他的赛点局啊？手握五个赛点，八个月比较被动了，我估计很难了啊！感谢不败后来的炸弹支持。好了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他们来到这个直播间捧场支持。现在的比赛是来到了灯神队八神月的这场比赛。上来就把八岁的大门干到了，只剩了一个。哎呀，又是康的破招了！你看，又确认一个能量灌篮。老八大喊啊，要不要工资了？要不要了？现在不是涨工资问题了。灯神现在是要发泄自己这个心中这股怨气了。天堂这也反不了的。哎呀，谋了，不知火今天晚上真的是爱心大使啊，满满的都是爱啊。哎呀，灯神也打一挑三吧，10-5，一挑三，灯神啊，恭喜灯神。